下一题是吵架篇啦。女友说出何种婉拒约会的理由，男生最不能够接受咯。 Number one， 我朋友突然要住我家，下次再约吧。 Number two， 我今天好丑，不想出去耶。第三，你今天工作好累，先好好休息吧。第四，我妈妈在家啦，我要陪她，不能够出去。Ken 跟豆吵起来了，两个为了一个理由。好，因为 Ken 觉得是这个理由不能接受，很解啊，好像是借口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对，太像借口了，太像借口。不是，我觉得是三。那豆，今天工作好累，先好好休息吧。我从来不会累的。是是是是是是，坚持一样的，明明又是我约你，对，我约你，然后你说你很累了，可是每次出去我们都真的看到你现在这酒量越来越差，他们睡着，老是被灌倒。好，我们先看女生的答案，一二三，来，哎，算二比较多嘛，对不对？小龟为什么选二？我觉得男生会觉得我今天好丑，不想出去，这个答案非常无理取闹，他们会觉得说，那你就出来啊，那不然你就打扮啊，然后就是。会觉得无理取闹，可是我发现就是男生啊，我们真的如果没有打扮出去的话，他会出现就是这种态度，就是哦，就看你没打扮就让，你要去哪里？然后可是如果你有打扮，他说哎，你今天想去哪里？就都不一样，态度不一样，对啊。可是他们说不在乎，其实真的就是蛮在乎。蛮在乎。我们来看男生的答案，一定要举吗？好，也是二居多了哦，对不对？大飞，我是觉得再怎么丑，迟早总有一天会看得到啊。对啊。就没差，就 OK 可以出来啊，不化妆也可以出来。那你下面写一个四，是说你二代四，四就很像一个借口，真的很像借口。就是我妈妈在家，那我爸也在家。你妈妈约我爸，爸爸约你，怎么约的？我爸约你吗？哦，好，来在这边参考我们 Alpha F 的答案。啊，一二三个也是二比较多了。阿伟，你写说你不就长这样？你会这样回他？对啊，就是以前我有这个经验，就是学生的时候，因为女生我觉得他们是懒，但是他们不想要出门，所以他们就借口说哦，我今天很丑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我说啊，你不就长这样吗？就是很好奇，他本来就是长这样，但是他会刻意好像就是因为不想要化妆而拒绝你不跟你出门。真的？可是那我问一下，因为威廉也写二哦，如果女生这样讲，那你接下来会接什么话？哦。我就说不会，你每天都很漂亮。是的，这样子，我也太 gay， 真的。你要约人家出去，但要讲一些好话，讲你要想办法说服他，让他跟你出来啊，对啊，对啊。结果，但是如果万一他一出来，哇，真的今天丑翻了，丑翻。因为女生有时候，比如说会来月经啊，皮肤会比较不好，然后有水肿。我怀疑他是不是有出车祸或什么？这么严重？夸张？那你是怎样？是家暴还是什么？反正难吃的早餐晚餐都吞过了。对啊，应该忍耐度。对啊，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重要。男生我觉得没有那么重要，在乎他的化妆跟不化妆。顶多只是看场合而已啊，对啊。嗯，了解。男生其实没那么在乎，所以这一题女生算答对啦。女生又答对了。不要重解，选一个男生来画。就鬼脸吧。耶！威廉都受不了了。假冒威廉的名字在外面，对啊。因为我是威廉。我是威廉。谁来画？大总爱来把笔给大总爱。来来来，没有鬼脸。如果你不想被画，有另外一种处罚。拿声音。就是被大总爱压在下面。我还是被画好。好，十秒钟预备，备开始。好，鬼脸。画到断掉哎！大总爱，你鼻气孔大，鼻孔，大总爱鼻孔，鼻孔，小巧，五，就画出来了。三。皮都破了，时间到，皮都破了，跟出来，他手好有力哦。生气耶！全世界观众朋友，我们现在智利的矿坑救出最后一位，现在才出来哦，还有剩几个啊？威廉，好棒哦！厉害，继续继续，厉害厉害，继续继续，凤凰号再出我们最后一位生还者，继续威廉，是是是，好了乖，好啦，很好看啊！我昨天。穿你知道，结果今天都没有换衣服。他昨天才换肤。我跟你讲，这样子这个全部都吃进去里面。你不要换肤了，这个也可以换肤啊。
不过，那如果说真的，如果你有想拒绝你的约会，至少讲什么你会觉得哦，好啦好啦，我接受，什么理由？可乐，我觉得那个是的，是我是一定可以，而且是不会有任何怨言，因为我也是自己都会在家陪爸爸妈妈，就只要有事情是真的真的，就他只要而且我觉得，女生呢，她只要讲，比如说陪爸妈，我就觉得哎、欸，这个女生还不错，很孝顺，然后就而且，可是要真的是待在家了。不要骗我说就是带陪爸妈，然后就跑出去玩这样。哦，必须真的待在家。小玉不就这样吗？哎，对，说想要睡觉了，然后女朋友也说累了，后来两个在夜店碰面。对对对。棋逢敌手啊！是恋爱达人吗？对。OK， 接下来我们下一题啦。